什么才叫做爱？你明白不明白？年轻有时有对象，你就要努力地追。才叫做爱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对象要是在眼前，要追求你要赶快，拿出你的柔情来。不要怕失败，别再错过好机会。要是你需要爱，不应该往后退，一退就要失去。要追也追不回。